季的酒窝美女张行吗？49岁的她宣布复出，老公竟全力支持。要说到张行，大家也比较熟悉了，虽然如今她已经年近半百，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张婷也是娱乐圈中公认的美女，因为笑起来有酒窝，所以被称为酒窝美女。这几年她的作品越来越少，但是当年留下来的很多影视作品却是非常的经典。如今她和自己的老公林瑞阳一起做微商卖化妆品，也成了微商中的佼佼者，生意如今是越做越火，而且合作伙伴方面也是比较有眼光的。据说张婷和小唐红其实也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员工透露出自己的老板娘张婷极有可能会返回娱乐圈。其实张婷回归娱乐圈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是据说她的老公林瑞阳也许可能会拿出大量的资金为他拍摄新的作品，并且还邀请自己的一些员工成为群众演员。可以看得出张婷如今不仅在生意方面做得非常的火热，而且在回归娱乐圈方面也是非常有信心的。虽然受海经商之后他就很少拍戏了，但是如今他要是想要回归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